情绪别断了线，停下再深一点点，你的微笑太甜，让我不停思念，不在乎距离多遥远，不管用多久的时间，爱是搜寻关键，我决定勇敢去冒险，要奋力向前，要飞到你身边，电力充满不停歇，只为你的出现，穿越黑夜白天，我们不怕所有的考验，爱就是童话的翅膀，开启飞翔不羁不变的关键，干爹，关老爷他忠肝义胆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那么信他，讲话出尔反尔，关老爷会不高兴的。关老爷，那天从头到尾啊，都是他在说，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啊。您那个年代啊，没有演艺圈，我跟您简报一下，演艺圈很不稳当啊！啊，再大的招牌都会垮呀。不然，谁不愿意一言九鼎了啊？干爹啊，半港天后宫的妙公是子浩的舅舅，他舅舅有请示过娘娘说你是大好人，你一定会帮助子浩的。真的吗？啊，那娘娘还指示了什么？娘娘还说你投资子浩的电影一定会赚大钱。真的吗？嗯。哇，连这个娘娘都有交代呀。啊？什么？干爹，关老爷说你投资子浩没有问题的啊？你怀疑啊？临时医生说在西班牙就没事了。港边天气比较凉，你晚上出来的时候要带上外套，知道吗？知道。阿伯阿姨在做宣传。甜蜜蜜卡拉 OK， 各等弟弟。好消息，好消息哈！那你的甜蜜蜜卡拉 OK。嘿，小老板，你看我有认真不？嘿嘿。琪琪的漂亮姐姐，啊你好你好。你好。欢迎光临。谢谢。嘿嘿。你先冲一下啦。啊啦。这漂亮姐姐哪来呀？咱彤彤跟小老板是边路啊？哎呦，那哪有要紧啦，我帮那小老板招待他嘛。你说啥、啊、开玩笑的啦、欸、你是我的水母，我最爱到你而已。啊，记得晚上来玩哦。你跟你说不行啊，晚上来玩。我们去忙了。哎，用心啊，处处的是处咖，阿布是叫阿巴，老顿的叫老咖。甜蜜蜜金店有情人节的活动，嗯，一定很好玩。嗯，应该不错。你有没有打算邀请我？啊？可是你要驻唱，哎，时间不 OK 吧？我可以想办法。哎，那家阿满叶冰很好吃，我带你去吃。哦，我来笨港每天都要吃，有时候一天还吃两次。我跟你讲，这是这边最有名的。哎，新娘，走啦。这是这边的名菜，我跟你讲，不吃会台北会后悔哦。哦，阿明不在，不然的话我要带他来吃。好吧，阿伟、冰两个。喂，子浩。15分钟以后，我在你家楼下等你。哦，好好好好。我回来了。姐，谈恋爱真好，小老板姐夫会给你一个好大的惊喜。
帮你代收了包裹，幸福哦。哇，孙凡这么大手笔。好吧，我决定原谅你。这衣服果然适合你。果然。我叫小胖，特地帮你准备的。啊？准备一起去参加情人之夜。走吧。从来都没有人说过姐姐漂亮。所以你一定要说你好漂亮，戴上这个项链会更漂亮。可是我是个诚实的人呢，你姐姐她就真的没有很漂亮啊。叫你你也不听，你输定了啦。姓蒋，孙凡，我在想，今天要不要去参加情人之夜？啊？可是，你驻唱工作才刚开始，我觉得你认真一点比较好。我知道了。感谢你来共襄盛举啊！今天是情人之夜啊，感谢你赞助本团的公仔，来，请进，请进。你也该练习陪我走星光大道了。
什么要对你流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？要不是有情人不要分开，我眼泪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嘿，小老板哦，规眉都不让我睡了，另外一定要做一件漂亮的衣服给你啊，让你化身情人之夜的公主。啊，新的就这样丢掉了。啊，阿彤彤啊，不是我在说你，你太不顾小老板的面子了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阿修琪琪传简讯给我，我就误会了。阿哥误了，琪琪说哦，这个贝壳项链哦，是他要送给你的，刚刚穿这个贝壳哦，穿个手腕的老会老底了，啊，说要做最漂亮的给你哦。哎，嘿，不是我在讲。他比你那个老爸哦还痴情呢。啊，很痛苦哦。哎呀，两个都那么好，嘿，要是我哦，我也不知道选哪一个。啊，我不是故意的吗？哎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乖。我就误会了。思凡，你开门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开个门，跟我说说话好不好？你走开！我不要再看到你，居然永远都从我眼前消失。对不起，这些都是我的错。每次都让你误会，你开个门，我跟你解释好不好？三个小时的海浪声，为什么我的心还是平静不下？静姐，在海边骑三轮车比坐电池浪漫。幼稚哎！哎呦，还去垃圾桶里捡我项链啊？那个是我不要的。这种不值钱的东西啊，本来就适合丢回海里。我的脖子啊，只适合钻石项链。今天我就要在游艇上接受高贵的钻石项链。
是故意带我出来气彤彤的吧？对不起。我讨厌你说对不起，你说了对不起就等于承认了。怎么办？你们两个人老是斗来斗去，都是因为太在乎对方的缘故吧？你在乎他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在乎他，信姐啊，对不起。采用悄悄话的 ending， 我决定了。是啊。Rainbow 决定要找回单纯的感觉，他要单纯的开始喜欢小雨，重新学习什么叫爱。今天讨论的重点就是小雨愿不愿意跟 Rainbow 在一起？方太太，第一次看部落格我就知道，小雨是你 ，Rainbow 是我。我前面那艘游艇即将有台风来袭，请立刻靠岸，立刻靠岸。孙凡，余幼彤小姐，这边有你的事务招领，请你马上下船过来招领。孙凡，
记住吗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我救了全世界我最不想救的人，我有了全世界最讨厌的救命恩人。不过虽然讨厌，但我们的家训是受人点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。没人要你报，我非报不可，欠你一条命，不管任何事我都会赴汤蹈火。你最好考虑清楚。考虑得清清楚楚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那好，从今天起，我要你离统统远远的，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瓜葛。就这么说定了。报恩归报恩，统统事我还是不能答应。我早就叫你考虑清楚了。因为统统是第三者啊，跟你跟我之间协议没有关系嘛。哎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问认真哎。要你在真正爱上余乐彤之前远离他，是为了你好。什么意思？当他美梦成真。你会受伤的。美梦成真。Rainbow， 我先说，我不退了。彤彤是我的。经过星野真的事情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感情呢是光靠蛮力是行不通的。这种事光凭财力也不一定有用。反正我会拼到底。欢迎。凡，要我问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饭？跟你们？还有子浩。子浩？好，那我先收个东西。我在规划东郊路线。以前我知道。以前你跟孙凡都会骑单车环岛，你们现在该不会要骑单车游本港吧？我希望可以，但孙凡还不知道。以前都是孙凡把所有事安排得好好的，我希望我也有机会给他惊喜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回到从前，是你给我勇气。我？因为你从来不放弃自己的梦想。千万不要像我，像我又傻又累又吃力不讨好。我真希望我是你。时间好像有点晚了，应该回家了齁。
今天这一餐我请客。弟，拿单。对不起，我们少东已经交代好了，准备记他的账了。你们少东在我家吃饭，有什么理由要别人出钱？你们都不知道哈，子浩的爷爷啊，可是在笨港有名的有钱人，不止饭店啊，连在渔港有一半以上的渔船都是他们家的。那报纸上说你什么重创违纪，根本都骗人的嘛。那是真的，爷爷有钱是爷爷的事，我有问题，我自己会解决。爷爷有钱是爷爷的事，我有问题，我自己会解决。睡不着啊？心情不好啊？饭店是他们家开的，星夜演唱的机会是他给的。现在我连命都杀救了，唉，落掉了，我真的落掉了。不会游泳又不是你的错，你有你的优点啊。像什么？那猴子啊，还是跟我爸打了借钱。爷爷有钱是爷爷的事，我的问题我自己解决。第一次觉得那家伙勉起来其实还蛮酷的，是不是？我以后统一向最有眼光了。怎么啦？我在想那家伙年纪比我小，为什么可以比我成熟？子浩他一旦设定目标，就会坚持下去。我觉得跟他过去的事情有关。什么过去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不可以跟别人说。之前子浩在纽约的时候，爸爸因为做生意失败跑了，妈妈因为受不了压力就自杀了。子浩啊，真的很受伤。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人，好不容易相信力哥，结果力哥也跑了。如果子浩像你一样就好了，心情不好，吵完闹完打完就没事了。他啊，就跟海绵宝宝一样，一直吸收，一直吸收，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承担。不过他好像很信你啊。哎呦，没有啦，我就跟他从小一起长大啊，而且可以坚持喜欢他，喜欢了这么多年，真够痴情的。你跟我讲话话中带话的。没有啊，你干嘛老是提到方子豪就特别敏感？你还不是会唱歌吗？我唱首歌来听。干嘛突然间要我唱歌？因为你老板心情不好啊，所以想听来笑一下嘛。什么都不如人，在我地盘，就让我任性一下。
阵风起，吹开我悬挂在窗边的思念。一滴小雨打乱我计算，每天想你几遍。我的心事只准你一人看见，除了你，我不屑任何人的爱恋。站在屋顶下，想想是谁一路挺你？是谁一直帮你瞧事情？是谁陪你不看你笑？又是谁说喜欢人家？狼心狗肺，要抢走人家错就抢，要人家走就走。错吗？哎，少安慰我了啦，我天生就是配角的命啊。总是安慰我要有信心，什么事我都一定做得到。你自己呢，也不要自暴自弃哦。我不会啦，看到别人幸福，我就会觉得很幸福。哎，只要你坚持，有一天你会抓住那道彩虹。你今天怎么了？一点都不像平常的你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跟信讲约了明天要去骑车，我先去睡。哎，你们要去骑车哦？对啊，要骑30公里。现在不睡不行，晚安。哦，晚安。我让你在台北过得还不好？谢爷爷，就老样子都在工作啊。如果有什么事情，你再回来给爷爷讲。我知道了，谢谢爷爷。谢谢谢谢。爷爷，我去洗手间一下。啊。饭店旧账的事，还有免费的住宿，谢谢你。不关我的事。昨天晚上我跟小胖有通过电话，也谢谢你帮我安排小大老师那边的机会。我想了一夜，我决定回台北，就跟着小大老师学作曲。笨蛋，不会有我的机会。在台北你不努力，你一样没有机会。我知道。没什么事，我会去陪我爷爷。子浩，你不用那么遮掩戒礼之外，对人家好并不丢脸，你的心明明很柔软。女人果然很善变，我对你不好的时候这么快就忘了。见人孙凡，既见人李美美。李美美是谁啊？为什么孙凡的信会寄到天后宫啊？
李美美是孙凡的妈妈？孙凡没有妈妈，他没有。十几年了，我和孙凡他阿公哪一点没把他照顾好？要钱有钱，要工作给工作。当初是他妈妈抛弃了他，现在想要冒出来插花，我不同意。干爹，不是吗？我跟你有缘，我疼你是一回事，但想要破坏我们家的规矩，你休想！孙凡他人很在意你，想念妈妈不敢表现出来，我才想说要帮他的。当然，十几年我们都过得好好的，不需要别人帮忙。想念，我孙凡的妈妈懂得想念，他会丢下他十几年来看他不看他一眼吗？这个小朋友什么都不懂啊！干什么？你，新娘。阿贝，这个香炉是给妈祖娘娘用的，你要烧废纸，我帮你拿到外面去烧。彤彤，你从小就在这里拜，规矩都忘记了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些之前都是我妈在处理的啦。干爹，不好意思，我差点就害你触怒娘娘了。孙董，这个东西我就先帮你拿去外面烧。哦哦。他是你外甥啊？是啊，他是我阿姨的金孙的老孙啊。我跟你讲哦，伊就细汉咯，大妈祖娘娘做客家哦，你是茫少介绍哦，妈祖娘娘特别疼伊呢。干爹，是不是？我就说子浩是娘娘的干儿子，你还说我胳膊向外弯。哎呦，你这个丫头！孙芳，我想，也许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完成黄岛的梦想。有些事情，过去就是过去。孙凡，我决定回台北，重新开始。一定很累，但我愿意试试看。我想再一次站上舞台。亲家，我已经错过了一个好人，所以我不想错过更多。不知道行不行，但我会努力靠我自己。一路往前走。你不会是一个人，我会一辈子都做你的朋友。这么丰富，还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！只要是奶奶请客，一向都是这么海派的。子浩从念大学就一个人在台北，除了经纪人，他的同学朋友我都没见过。孙先生，您是第一位。怎么说，是我的荣幸啦。哎呀，这孙董呀，做兵的时阵跟我同梯呀，跟你兄弟呀，免客气啦，来来来，饮者饮者，哎，来来来。子浩爷爷跟于慧仁开会不能来，他说谢谢您在子浩最困难的时候投资他拍片。阿姨啊，孙董的这样叫做雪中送炭了。只是刚好了，刚好刚好。我们很感谢您，拍片风险大，但是因为您心好，我们
定不会让你有任何损失的。谢谢，子浩，来，我敬你。真的，谢谢。奶奶，早知道你话这么多，我就不请孙董过来了。奶奶关心你，难道有错？我们这孩子啊，从十来岁就什么苦都自己一个人往肚子里吞，年纪轻轻就这么有担当，很好，很好，不像我那个儿子。哎呀，老孙啊，这子孙就有子孙好啊，恁家我捌看过，袂歹啊，我缘投的，那人缘够好啊。那咱本干无外久，那大大细细，大家拢捌你呢。烟斗是烟斗了，可惜没出息。孙董，其实孙凡非常有天分。这是彩虹悄悄话的剧本，请让他来试镜。剧本我就收下了，当作是你给我的工作进度。但是内举要避亲的道理我懂，最重要的是我反对他当艺人。若他最想最适合做的就是艺人，当爸爸却这样百般阻挠，那不叫爱他，是害他。子浩，新阳，你干嘛偷猜孙凡的信啊？是子浩叫我这么做的。子浩也太疑神疑鬼了吧？有哪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小孩啊？有照片呢！哇，全家福！妈妈他们跟他长得很像哎。妈妈也很漂亮。童，嗯，你看，什么？孙凡，听说你在找我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妈妈十年前嫁给了一个电影制片，跟着现在的老公在上海的片场工作，还有两个孩子。因为我和你爸当初并没有办离婚手续，现在的老公也不知道有你爸，还有你。我现在的生活很幸福，相信你也会希望妈妈幸福。妈妈会一直在远方祝福你，母亲李美美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笨啊！意思就是叫孙凡不要再吵他了。哇，他现在能量超低的，这已经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了。哎呦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毁尸灭迹。哎呀，等一下，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的。上天给我机会，在那一天一瞬间照亮你的脸，和你虽然只是擦肩，但我知道你会是那个我的谁。半夜三点寂寞若隐若现，原来你在我身边，将孤单统统消灭，我的手你可要牢牢地牵，因为我们即将起飞。身边我一点都不累，自信还大大加倍。有我在你身边，把悲伤化成喜悦，让梦想全都实现。因为你我呼吸，因为你我在清醒，也是你让我试着去相信。我紧紧抱在一起，
断了线，请留下再深一点点。你的微笑太甜，让我不停思念。不在乎距离多遥远，不管用多久的时间，爱是搜寻关键，我决定勇敢去冒险，要奋力向前，要飞到你身边，电力充满不停歇，只为你的出现，穿越黑夜白天，我们不怕所有的告别，爱就是童话的翅膀，开启飞翔无尽在本港的最后一晚，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给我的支持还有鼓励，虽然停留在这里的时间不长，但我真的爱上这里，要走感觉好舍不得，能够重新出发我最感谢。孙凡，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找到自己，还有子浩，你不要走好吗？因为你，我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爱情，我曾经很恨你，但是我现在很想对你说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像好朋友那样的爱你。合唱，合唱啊！哎，嗯，合唱啊！哦，合唱。合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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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唱。我还欠你一首去年的星光。看爱情的模样，时间推
着我们慢慢走，回到我们相遇的路口。这月光太温柔，而我却在隐隐作痛，无心错过却不能回头。去年星光依然闪亮，却已悄悄失去方向。那一点纠结我忍住不能讲，去年星光依然闪亮，我们傻傻看着天上，眼泪还在发烫，只是爱情让人难以想象。时间推着我们慢慢走，我们慢慢走，回到我们相遇的路口，相遇的路口。哦哦，这月光太温柔，而我却在隐隐作痛，无心错过却不能回头。去年星光依然闪亮，却已悄悄失去方向。你是因为星爷要回台北心情不好，还是因为睡不着？我是因为，对啊，因为信讲所以睡不着，可以吗？满意吗？拿去了。担心孙凡啊？什么？什么？哎呀，担心孙凡啊，就快把他找回来。谁闯的祸，谁去收拾。我哪有闯祸？我只是看你们零食还没吃完，想装模作样，想帮孙凡找妈妈是吧？你这是在害他，他妈妈早把他给忘了。干爹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孙凡想妈妈，我俩，他阿公更了。孙凡啊，20岁那年，他阿公硬逼着我把他妈妈找回来，说要帮他过生日。我真的去了，我身份证上的配偶栏还写着李美美，他却再婚，又生了小孩。我就恐吓他妈妈，如果他不回来帮孙凡过生日，我就告他重婚。结果他还是推推拖拖的，是阿公逼着我说算了，说是让孙凡对他妈妈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哎呀，你这个丫头，干爹，你真是铁汉柔情哎，难怪猫祖娘娘会保佑你。其实，孙凡那封信是我写的。妈，你
还是一样漂亮。小凡，我是妈妈。我从网络新闻看到你，你长大了，比以前更帅，更有魅力。虽然不能像粉丝一样到你出现的地方为你疯狂尖叫，但你让妈妈觉得很骄傲。妈妈现在住在上海，有了新的家庭。我把你的弟弟也取名叫小凡，喊他的时候，妈妈感觉像是也在喊着你。小凡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妈妈爱你，虽然爱一个人不见得能跟他每天在一起，可是只要愿意源源不断的传递，我都相信会为对方带来幸福。小凡，妈妈每天都爱着你，你有感受到吗？我知道你最近不顺利，但你一定要勇敢做自己。妈妈知道，只要你够勇敢、够坚持、够努力，你能做到任何事。你会是最亮的一颗星，记住，不管妈妈在哪里，都会一直看着你，我的大明星。直到很晚的时候打给我，说电影要开了，需要有人帮忙，然后还有什么笨港观光节的东西要弄，别人做不来。他这样随便糊弄你就答应了？哎呦，我就现在跟子浩讲话还是会紧张嘛，而且他讲话都是肯定句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拒绝。你很糟哎、欸！我才听阿明说你跟孙凡很有进展哎、欸。你回台北帮方子浩做事，你有跟孙凡说吗？我想跟他说啊，只是子浩一早就来接我，我还没有机会讲。要是我，我会气炸，更何况孙凡这么火爆。哎呦，童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不知道了。我听阿明说，孙凡喜欢的是你。可是，孙凡很照顾星野啊。他不但带他去看病，煮东西给他吃，还陪他骑车，对我就很凶，对他就很温柔。子浩就不一样。Rainbow 决定要找回单纯的感觉，他要单纯的开始喜欢小雨，重新学习什么叫爱。然后嘞？然后啊，孙凡那个笨蛋在那个时候突然掉进海里，所以之后他要说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方子浩这次把你骗回台北，就是准备要搞定你做方太太，会吗？叫你回来就回来，我看你很心甘情愿嘛。不过老实说，我好像比较习惯用这种方式喜欢他。在我尽情大叫“老公，老公”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回答：“干嘛？你不觉得很恐怖吗？”白痴！哎，我说真的、啊。新疆。我去饭店接你。他们说你已经走了。
不想麻烦你。怎么突然跟我这么见外？我会打给阿明，叫他在台北接你。不用了，我怕你没地方住，你可以先住彤彤那里。阿明的女朋友是彤彤室友，反正彤彤也不会回去。没关系，小范会来接我，他帮我安排了住的地方。嗯，那如果有事，你还是要打给我。好，但我会先努力存一存。信讲，其实我也打算再拼一次。昨天我收到我妈妈的信了。你妈妈怎么会写信给你？应该是那个笨蛋找到的。彤彤她还真是厉害。我妈说我永远是她的大明星，她会一直看着我，所以我不想让她失望。那你要加油。我还没有方向，不过那种想拼的感觉又全部回来喽。下来了。彤彤，很关心你，你不该错过他。我知道，可惜他的彩虹是方子豪。车姐上车啦，要开车了。拜拜。子浩有来我们家敲门，说有急事要回台北，好像之前就跟彤彤讲好了，要当他的助理啦。可是彤彤走了，当助理？那怎么从来没说啊？你讲啦。其实哦，我们也都不知道啦。啊，你也了解这个彤彤哦，他只要碰到这个方子浩，整个人都啊打。但是他说他会打电话给你哦，哈，不必啊。小曼，大老板怎么办呢？这样就被打败了，没出息啊！写上去，别理他。在这儿啊！你闯到彤彤房间来干什么？没事啊，走错了。哎，我要回路台北了。喜欢彤彤啊，就跟人家好好相处啊，只要有点耐心啊，日久生情，不难的啦。爸，你不懂啦，人家哦，只有他喜欢的人，有喜欢的人就不行了，啊，怎么办？你从小的问题哦，就是缺乏斗志啊！哎，不要再说教了好不好？你爸
阿公不是老把他参加武林擂台打败十届冠军的当年勇挂在嘴上，要是他像你，哎呦，侯海十届冠军啊，我怎么赢得牛啊，那不就没戏唱了吗？爸，我问你，你们老一辈的人说爱是牺牲不是占有，那你觉得爱一个人应该要牺牲自己还是占有对方？这个问题有点深奥哎，问我这个大老粗，你觉得有用吗？走吧。这里，第29场回忆国中时代，彩虹桥的海丰路。上学途中的小雨呢，从近右入境，看到前面停了一台黑头车。Rainbow 这个时候从黑头车上面下来，阳光从海面上反射。我要小雨看到 Rainbow 的第一眼，就像少女漫画那样，超现实的感觉。彤彤，当时视觉上的感觉是这样吧？彤彤一直很有吴老师你说的没有瑕疵的纯爱，很有意思，我正在研究它。胃口变了？什么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子豪，你比我想象的用心呢、啊。你说这部戏要在本港拍，一定有你私人的情感因素，我认同。只有爱你的场景，才能拍出环境的氛围。你同意在本港拍，对我来说才更有纪念的意义。纪念什么？纪念我的纯爱。老师，你开个价钱吧。价钱？你找我演什么角色啊？我很贵的，我告诉你。你这种长相一点都不适合出现在纯爱电影。我是要买你纪录片里面彤彤抓彩虹的那几个画面，我要设计在片头。你要编剧现身说法？这在好莱坞叫做 based on the true story， 一个真实的故事通常是最卖钱的。一定的，故事真，感情才真。我已经看到这部戏的旭日初升了。来来来，我们谈谈选角的问题。这一类型的电影，我觉得还是新人。无聊时候你忘了上次教训了，还敢找新人？上次怎么样？哎，你揭我疮疤干什么？上次跟这次是不一样，编剧有不同嘛。新人的问题是一样，新人人新人人也是不一样。这里就是浩哥刚到台北时候住的小套房，他成名之后把这里买下来，就一直放着。子浩也住过这么平民的地方。以前听力哥说，浩哥他家很不希望他走这一行，但浩哥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，那段时间没跟家里拿过任何一毛钱。钱看不出来。我大概都已经帮你整理过了，你看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已经很好了。不用付资金，就这样的房子真的很好。哦，对了，你写的那首去年的星光，小潘老师已经帮你编好曲了。已经编曲了。我们打算先帮你出单曲。这张 CD 你先拿去听，我会再安排录音的时间。我的第一首歌，谢谢小潘帮我这么大的忙。这个忙不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。好，谢谢。那好像是大明星方子浩。好像是哎。大明星为什么来吃路边摊呢？不知道。阿明，买单。还有半罐没喝，喝完再走嘛。啊，不喝不喝，我结账。我付。应该是我付。老板多少？干嘛都要来呀、啊？不是说大家还没
饭一定要跟来嘛。超给你的，我都胃溃疡了。谢谢。走吧。子浩，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，还跟我们一起吃路边摊，你一定很不习惯哦。我会习惯的，我应该多了解你的生活细节的。我先陪你去车子那边，我等一下再回来跟他们一起走。好，再见。都牵手了，不行，我要告诉孙凡。哎，干嘛啦？拜拜。拜拜。你通知孙凡，请他安排时间来试镜。孙凡。吴国良也同意了。回家自己小心。拜拜。就好像是美梦成真一样。一开始我想我跟各位一样质疑方子浩能做导演，经过一段时间观察，我发现他不但可以，而且会是一个很好的电影导演。我知道彩虹悄悄话会是一部很棒的电影，不是因为我导得好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天才的编剧于幼童，他写了最好的纯爱电影剧本，而我正在跟他学习纯爱。子浩，我们听说于幼童是你的超级粉丝，你有考虑过跟他谈恋爱吗？只要感觉对了，
不管他是谁，头衔是什么，都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回归主题啊！来，还有，除了子浩，其他主角决定的吗？我们基本原则上是找新人，所以希望各位大力帮我们宣传，让很多人来试镜，好不好？还有这部电影已经决定全片在我的家乡笨港拍摄。说到笨港，子浩，听说你家是笨港的首富，那家人帮你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是真的吗？各位，今天的主题是彩虹悄悄话，那关于力哥的债务问题呢？什么？没关系。这件事并没有麻烦到我的家人，债务大部分我已经解决好了，剩下的一小部分债权人决定让我拍完电影后再偿还。子浩，这么好的债权人是女生吗？还是你的粉丝？是老的一个男人，这当然很失望，对不对？这段时间发生了那么多事，你会问阿丽吗？这个问题你可以不要回答。我并不恨他，这件事情给了我当头棒喝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检讨自己。我靠演艺事业争取来的财富，都是力哥和我一起争取来的。钱是我的，心血却是力哥付出的，这些我不是不知道。但是在力哥伤势之前，我从来没有停下来好好想过。这么多年来，力哥是我的支柱，钱赔光了，再赚容易。但是少了蜘蛛，坦白说，我到现在都还不太能适应。对不起。这么感性，是子浩吗？老板，老板，子浩大复活了！电话接不完，都是我们什么时候开演唱会，什么时候出唱片的？知道了。子浩，真有你一套的。力哥是我的支柱，钱赔光了，再赚容易。但是少了蜘蛛，子浩啊，真的是我们笨港的有为青年。我们前阵子才在讨论说要用他的电影来带动整个笨港的观光，你们甜蜜蜜也在计划里面哦。我知道啦，啊，就电影要来笨港拍嘛。那是当然的咯，哦，我们有全笨港最英俊的偶像小老板。徐沃，我看了，你去买几件虚衫哦，到时候啊，那导演才会找你演戏啊。哎呦，没要功夫啦，那子浩是导演啊，伊讲吼要甲彤彤演绎的纯爱，啊，纯爱在哪里？我是彤彤的妈妈，我就演那个纯爱的妈妈。有喜欢的人就不行了，孙爸，你从小的问题哦，就是缺乏斗志啊，只会怨天怨地怨别人。什么都怪方子浩，你这种没有肩膀的男人，我是谢灯会会离开你。你们两个人老是斗来斗去，都是因为太在乎对方的缘故吧？留下我就足够让我手舞足蹈好几个钟头，你是我的宇宙，让我看见星空，不管云层有多厚。彤彤很关心你，你不该错过他哦。快一点让
让你发现我的愿望多热切，有一滴小雨。哎，小老板啊，我们婚店要开在哪里？这个问题呢，留给你们自己慢慢烦恼。我要回台北一趟。小老板啊，我女儿喜欢谁，我这个当老爸的看得最清楚了。何况这个歌星啊，跟导演啊，又没有我们小老板帅。真的？其实我也这样想。好好好，有信心啊，什么都好。又在看不良书刊，爸爸爸爸，这剧本来了，我的命根来了，哦，剧本？你怎么会有剧本啊？彩虹悄悄话。是人家的底债拿过来的，朋友写的。哎呀，是不是应该有我的角色？所以我就叫你爸给我一个角色。小龙写剧，那又过来干什么？欠钱不好好干活，你真的当自己是银行小开呀？随时一叫，老子都帮你收烂摊子。爸，我哪敢啊！我知道，生到像我这种老实粗暴儿子，应该很辛苦。总算听你讲句人话。儿子，你不是被外星人附身了吧？不是啊，是董龙跟我聊了很多，他说我做事老是半途而废。仔细想想，以前我好像正是在喊口号过日子。我早说过啦，彤彤啊，就是忘恩一子嘛。哎，你呀，也会听彤彤的话嘞。爸，你先听他说。爸，我想请您给我个机会，证明我是可以好好做一件事的人。对啊，对啊，只要是为彤彤办的事，嘿，我看你呀，一定会给机会他的，是不是，儿子？不是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给爸爸听。爸，我想请你给我个机会，证明我是可以好好做一件事的人。关老爷告诉我，有一天你会成器，我还以为他是在安慰我，没想到我的儿子真的有肩膀有担当啊！儿子，要机会有什么难的？你要什么机会，爸爸统统给你。爸，你怎么透露甜蜜蜜？爸爸实在太感动了。爸，我不是说甜蜜蜜，我是说我要回来再拼一次，完成我进演艺圈成为大明星的梦想。谢谢你，爸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儿子，我听你干娘答应过他的。既然啊，关老爷已经打了保票了，那就试试吧啊！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爱情故事，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这更是我跟方子浩导演的共同作品，所以无论男女老幼，只要你有意愿，欢迎来报名。浩哥，好消息，刚刚查理打电话过来，他说他听过星野小姐的 demo， 很乐意帮他发行一批啊。而且因为最近你的新专辑和演唱会询问度都很高，他刚问说能不能跟你约个时间谈谈，告诉他们等我电影告一段落再说，顺便提醒他们我很关心他们对星野 EP 的做法。啊，我知道。喂，彤彤，彩虹悄悄话的电影官方部落格我已经架好了哦。我知道，我正在看。不错不错。哦，对了，浩浩家族今天的点阅率突破了20万人次，又破纪录了耶。我早就猜到了。
到。做我们这一行的，如果不清楚什么动作会有什么效果，就白做了。有人上传档案进来了，我先整理好，再一起交给你们。对了，昨天叫你通知孙凡来试镜，你打了没？还没。你是真的要找他试镜吗？如果是因为我……没有原因，只是试镜。叫他来试镜，我跟吴国良都会到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又要吵架，可不可以不要啊？上次当你助理，连兄弟都做不成，我可不想让悲剧重演。之前是我虚荣肤浅又大头症，但以后不会了啦。你是我最信的人，虽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请跟我一起完成梦想，我一定要成为大明星。可是我对这事没把握，哎，你可要想清楚哦。我在娱乐圈没人脉，又没金主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跟我一样有热情，有热情就有机会啊。何况真的没机会，我也不敢唱。吴国良、方子浩邀请您参加《彩虹悄悄话》试镜，想当大明星的人绝不会笨到错过。这么多人加起来，那么复杂的局，你要跳进去哦？我仔细想过了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嘛。而且统统说过，没有改变，哪有机会？改变？改变未免太大了吧？到时候搞砸。哎，经纪人都没有信心，那我艺人怎么办？让我考虑考虑好不好？喂，这场，哦，我是林正明他爸爸，他刚回来昏倒，可能有一阵子不能去上班。哎，好好，不好意思，那就这样，说定了，拜拜。我们呢，依照您的想法，以白色系为主，造型呢也弄得比较简单一些。您看一下，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？大致上是可以，但是眼神跟表情要再更温和一点，我不要看到任何的侵略性。OK， 我要把它塑造成一个曾经受伤的疗伤系歌手，影像的品质要更有说服力。好的，我明白。好嘞，来，我们调整一下啊，再来一阵，快快快，先降低一点。好，那边不用了，那边收掉了啊。来来来，再三分钟，开开了啊！真的谢谢你。你不必谢我，我只不过照合约行事。感谢上天给我机会，在那一天一瞬间照亮你的脸，和你虽然只是擦肩。但我知道你会是那个我的谁。半夜三点，寂寞若隐若现，有了你在我身边，将孤单统统消灭。我的手你可要牢牢地牵，因为我们即将起飞。有了你在身边，我一点都不累，自信还大大加倍。在你身边，把悲伤化成喜悦，让梦想全都实现。因为你我呼吸，因为你我在清醒，也是你让我失望。